家庭哈，三房两厅这种小住宅的话，一般电费都大概4000到5000以内。那如果有使用省电设备的话，通常它可以节省10%到20%，就是相对于一个月可以节省500到1000块左右。打开家里的电灯，电流表状况呈现是2.5度，如果有插上节电器，电流表却有明显的下降，只剩下2.09度。耗电量最凶的空调才一打开，电流表就显示4.5度，插上节电器只剩下1.56度。省电器它的这些设备，它是将你一些虚耗的电力啊，无效的电力，把它提升电的使用效率。实际测试电表的转速，电圈转了2圈，原本只花了17秒，有的节电器却明显的让转速变慢，同样是2圈花了19秒。业者说，节电效果起码可以省下10%到20%的电力浪费。中央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